上课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，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风光，全宇宙仅此一家。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，是啊，都一样，是不是？跟我们注意，目标已经到达后三甲村口。我给你看一下，永恒。You have me. 怎么才？我挨个呸！他什么？你们别的是在进科学呢，还是今日说法呢？呸什么不重要。这次求生最重要，鸣人都回来了。谁呀？我希望神父你嘞。我谁呀？呀，老大，不是我的言辞，净瞎说。撒腿，输你不要脸。演戏呀，就是这样，解放天性。我豆浆。就是。啊，不要脸。飞机要起飞了，还有一个人呢，请您对号入座。旅客朋友们请注意，前方到站，家乡。